院全身展台，学生们秀出自己所设计的制服，利用早上招会时间，全校2000多名学生总动员进行票选活动，选出心中最尬语的那一套。我投2号，我觉得2号虽然是白色容易脏，可是里面最好看的一件。我是投4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朋友是做4号的人。有人是外貌协会，有人注重实用好穿，也有人力挺姐妹套的设计。不论是哪一种，自己的制服自己救，可是延平中学创校70年来头一回。我觉得不错，因为这是我们可以自己选自己的制服。我觉得相信这在很多学校是没有办法做到的。我个人理念认为，要教学生民主，就是要这个从原来的生活上来教导学生，把选择权还给学生，投其所好，让学生主宰设计。制服不再只是硬性规定，选出来的新制服也将在9月份正式亮相。我们要换制服了！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